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 ？Sandy。你有几多岁啊？29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未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新加坡。你喺新加坡做咗几多年啊？2年。你喺新加坡照顾有几多人啊？照顾三人。照顾三个人，系有先生、太太。我同埋一個哥哥，哥哥幾多歲啊？25。我25歲啊。係啊。咁你喺新加坡，你有冇去買餸煮飯咁噶？冇嘅。咁你喺新加坡做啲乜嘢嘢啊 ？Only the clean. 係。Clean and cure. 咁你喺香港照顧有幾多人啊？照顧一家。係啦，喺香港。一个婆婆，系，咁仲有先生太太同埋两个哥哥，系啊，两个哥哥，系咯，唔该。咁你每日做啲乜嘢嘢啊？有 clean， 系，整干净屋企，整干净屋企，系，仲有咧？我煮饭，煮饭，你煮啲乜嘢啊？是你煮啲乜嘢啊？菜，炒菜，煲汤，蒸鱼，系，我都好多都，你都系日日都系你煮嘅系咪啊？系，咁你识唔识得去街市买餸噶？我知，系你识啊？嗯哼，咁好啦，唔该晒。